在贤的公营扭转建国进局，我北龙军作贤失水相花，绿色魔炉做我今生最强的敌人。让乌比龙军见识当今修罗帝王的真来，这么爱怕，应该淘汰去做道家。玉神在手，我这个火星，玉神魔罗抢先出击，快下一处乌比龙军。又是一鸟火神披甲，真品与赝品是无共的。哈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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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乌白龙君的面前，任何火神披甲都牛不堪一击，阴阳一体。修罗观，万鬼莫殃。五马顶冠。天机武器，该是六翼下风，六邪魔罗后起后修，全民进攻。顿时扭转趋势，全民起手围攻，即刻来吧！全力展现你的灵威，将乌白龙军歼敌进行！呀哈！修罗魔骨。杨小辉，喊！这一点的凶势，奈何不了乌白龙君。但是你连凶我也最被告，修罗魔怪，万鬼魔血还魂红，啊！既定年纪即将临危，乌白龙君真想饶你一命，但你怎呢？讲出来就爱最高，无人会讲大人骗人呐。但是乌白龙君现在要以你的失败最为快乐吗？哈！今天功德之交，一起化幽冥，化百千之力，突破绝对鸿炉，穿透魔之甲，勇冲玉石魔罗。啊！回数也透这回春。